就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后的一个夏天，他再次发现了另一个新的引力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娱乐魅力，换换新万有引力。牛顿新定律，数天爽一下。话说牛顿发现星空的魅力与浩瀚的宇宙息息相关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这件事牵涉到政治问题。这是我们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。人气魅力，换换新万有引力。牛顿新定律，数天爽一下。